我是嘉欢，我是孟泉。我们现在呢要去做一件很兴奋的事情，我们就是要去哪里？一二三，去郊游。你们还不能讲，所以只能告诉你我们要去郊游。但这个是一个很令人开心，因为我没做过这个事情呢。你有做过吗？我也没有。好，我是很，现在是我是紧张比较多，但是还是很期待今天的行程。我也是很紧张，但我觉得我现在必须要平静，因为我想要睡觉。我们因为我们今天其实很早起，对啊，然后现在大概还有两个小时的车程才会到目的地。对，所以我们两个小时后就要见咯。孟泉呢？我们已经到了目的地，现在非常紧张。我还好哎，我很紧张哎，为什么你那么？为什么你那么？你很？我想要赶快做这件事情了。好，来，我们一起去看看。我们呢，今天就是要跳下去玩水。你看那水好清澈哦。从这里跳下去。对啊，跳水的玩水的部分是假的，但就是要从这边跳下去。因为我上礼拜啊有去六福村先实习一下，玩了大怒神，我觉得好像还可以。我没有。没有。我没有跟，我怕我妈妈说不可以。但我有先传讯息给我的好朋友们，告诉他我很爱他们。啊，如果我，但我没传到讯息给家人啊。这边爸爸妈妈，我很爱你们哦，姐姐我很爱你们哦，狗狗也很爱你哦，家里的狗狗们。爸，我爱你。然后因为这里讯号也没办法，也没有讯号可以打电话回去，所以现在我们只能跳完。这个镜头就是要让我们告诉你们，我们很爱你们，对，就是这样子。那值钱的东西藏在哪里？要跟医生。啊？值钱的东西。值钱的东西，我最值钱就是我本人了啦。我现在也是。我身上最值钱应该是我本人了啦，没有什么钱啦。赶快跳完，赶快离开，因为很晒，我不想晒黑。大家期待一下我们的高空弹跳。来给我们的结婚掌声鼓励一下！来吧，来，我自己跳是吧？天大一，用力往前飞出去，好吧，加油！准备了，倒数三、二、一。吧，现在看看应该很狰狞。上去了，怎么办？很晕，救命啊！很晕，一直在旋转，不行，我看，我想吐哦。我要得明年金曲奖！加油，好不好？准备要倒数三、二、一。来，我吹哦，小心哦！你们不要误会哦。我不是李荣浩哦，我只是没有戴眼镜而已。哎，是你在抖还是我在抖啊？是我。抱歉，
哒哒啦！哒哒哒哒！来，拿到证书了！还活着！还活着，还活着！太好了，还可以有机会参加明年的金曲奖，加油！加油！我觉得人一生可以跳一次，就是要尝试一下这种，其实蛮安全的，蛮安全的。刚刚我出发前就有问。所以是安全的，所以可以尝试一次没有体验过的刺激的事情，然后你会得到一些不一样的感觉，然后也会觉得很值得，也会更珍惜生命。真的，我们今天成功成功。